原来这才是衣服的正确叠法，整洁还不易乱。一、短袖。二、连帽卫衣的叠法，戴帽子外套也同样适用这种叠法。三、衬衣的叠法。四、毛衣的叠法。第五种，整套睡衣的叠法。六、牛仔裤的叠法。七、运动裤的叠法。八、打底裤的叠法。九、大衣的叠法。没学会的点赞收藏，需要的时候拿出来看看。